小白，你出来，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妈来了。我什么好消息？我听我们寨子老人说，我们的养老证要上证了。确实是个不错的消息。嗯。国家的政策好了，特别照顾我们老人，从岁岁的大的长得多。具体是怎么长呢？现在人家还没六十呢嘛。听说65大七十长15，70大75长30，一岁岁的大的长得多。那还挺好呢。嗯。生活保障也有了。听到退休了，自己什么时候六十也不知道。既然大家都这样说，应该快了。妈，这样的话你的零花钱多一点了。我不是这么想的。那你怎么想呢？我是说多拿点呢，可以给你们节省负担，补贴家用。妈，你大可不必这么操心。既然叫做养老保障金，就是给你们养老来用呢。我们家里面的开支，我们会自己节俭的。这样吧，小白，我也没得什么花钱的地方，只是买点东西给小王吃。是呢，你拿在身上，想吃什么就买。好。小脚后原来是想骗本干吃。四年了，我也没去过。待我们有时间，常常我两个去看看，把你取回来，反正放在银行里，不用担心。好。那他拿妈妈吃的。跟奶奶先吃的，哟，妈妈吃的，嗯，行了。